拉市溪州社区这项森巴嘉年华活动，动员地方百外名居民共同参与，其中有多位七八十岁阿公阿嬷也拢做伙来练跳森巴舞蹈。希望十二月七八这天会当予大家体会森巴嘉年华的热情，带动大拉市活泼快乐的气氛。咱溪州社区吼，借用一个森巴嘉年华，也主题最主要的是讲利用森巴这个元素吼，来促进咱社区中间的大家居民之间的团结。当然也把艺术的能量带进来，然后在整个用这类艺术啊，包括森巴舞、森巴鼓啊，然后可以来跟世界接轨，同时呢，也当来展现着咱家己社区的这类族群的融合的特色。溪州社区举办这项嘉年华的活动，今年已经是第三年，社区民众是愈办愈欢喜，参加活动的居民也一年比一年较踊跃，社区训练出来表演队伍相当受到外地民众的欢迎。咱已经办两年过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今年第三年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社区有兴趣这个活动，吼、哦，啊，也互因快乐，互因无烦恼，互因舒缓压力，吼、哦，过来就是讲，那开始我讲来讲吼，因今年五十岁，跳跳咧变四十岁，吼、哦，所以大家欢喜的吼。溪州社区这次的森巴嘉年华活动，地方民众是真慎重。大家在台北市志文教基金会人员的指导下，积极学习森巴的舞蹈和音乐。在台北迄个市志的文教基金会教阮辅导的，吼、哦，跳舞也敢教的，鼓啊伊也敢教的，吼、哦，所以坐这火车，拢派人来阮义务来甲阮指导来甲阮教社区安尼做。溪州社区森巴嘉年华活动将伫八号下晡两点开始。进行到了市区的绕境大游行，除了森巴舞蹈以外，也有来自其他县市的才艺表演，欢迎大家到时前来同乐。记者尤明伟采访报道。